今天把香辣牛肉酱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学会了就不愁没有下饭菜了。咱们先准备红辣椒5斤，能吃辣的放点小米辣，掰成小块，用绞肉机绞碎。牛肉1斤半，绞成颗粒。去皮的熟花生200克，绞成花生碎。蒜瓣250克，绞成蒜蓉。锅中加1斤半豆油，四成油温把蒜蓉下锅。认真教大家做菜，希望大家能给个小红心，谢谢了。炒出香味，倒入牛肉，把牛肉炒散，炒到没有红的了，加400克黄豆酱，炒出酱香味，然后把辣椒全部下锅，翻拌均匀，烧开以后关火，加150克白酒，米醋100克，白糖150克，盐170克，花生碎200克，熟芝麻150克，开火一边搅拌一边加热，开锅后调小火，一直搅拌25分钟，不然粘锅，关火自然晾凉，然后加入15克味精，搅拌均匀，放入有盖的容器，冰箱冷藏保存，能吃到过年。学会了，每年辣椒下来的时候都可以做。